个半瓶山头了，就老板娘，然后一边打哈欠一边还要抓大腿的内侧，就他就尽量的就是让我表现的比较接地气一点，这样比较宅得。然后不是接地气，是展现你本人。然后但是因为竹生哥一躺在那里，你就觉得哦，一切都成立了，所以那个氛围都很好。你是常常来李荣院的，本身可以说是 local 的人，在 local 的环境都会很适合。对啊，而且你那个凉鞋一翘脚前，我们都哦，台客来咯，很有型的台客。